还有更难听的，想听吗？想。证明给我看，你还有听下去的能力。两个孩子都因你而死，很难过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谁都很难让自己的心理保持稳定。可你是中原，你是特战队长，尤其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任何的闪失，轻则导致任务失败，重则战友流血牺牲。证明给我看，你有这个能力承受这一切。志文，这还不够。这个江寒不仅心狠手辣，而且阴险狡诈。你的两个孩子都直接或间接地死在他的手上。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又把赵鑫和赵教授诱骗到他自己的公司，而你却不能有丝毫的动作，因为赵教授和赵鑫必须维持现状，不能让金雷有丝毫的怀疑。中原，到。我刚才说的能做到吗？能。谁听见？报告参谋长，我能做到。怎么，没声音啊？我去做生意了。行。声音吗？当然。请问那个广飞街怎么走啊？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Or individuals that claim responsibility. Here's Tom with the weather. 恭喜啊！恭喜什么呀？在这儿，这种事儿只有某马组织有能力做，老大不可能亲自去做，那就只有你跟我。不是我做的，那就一定是你。老大瞒着我。让你去办这件事儿，说明他更信任你了。老大相信你，我不信你。小心点，别让我查出来你到底是谁。老大谁都不相信，不是我干的。帮我接73015。
太雷，检查线路。我是陆长风。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现在已经可以明确了，绑架者就是巴木尔。但是经目的还不清楚。这次行动，肖恩没有参与，由此可见，巴木尔现在已经成为了经目不知鸟了。他现在对任何人都不想。你有什么想法？现在除了我，还有肖恩。 此刻的无声并非无语，心中的热血早已飞上九天。此刻的无泪绝非无情，眼里的火焰。 能把海水烧干，那一份爱我说不出口，是因为时间的语言无法承载，男人的心能装下。 整个世界，却不能有丝毫的动作，因为赵教授和赵欣必须维持，不能让欣维丝毫的怀疑。那一份爱，我说不出口，是因为时间的语言无法承载，男人的心。 此刻的无声并非无语，心中的热血早已飞上九天。此刻的无泪绝非无情，眼里的火焰。 能把海水烧干，那一份爱我说不出口，是因为时间的语言无法承载，男人的心。 装下整个世界，新的剑锋上却只有你的倩影。那一份爱，我说不出口，是因为时间的语言无法承载，男人。 的心能装下整个世界，我心中的爱。
无缘无。哎，萌萌，有事吗？没事儿。中队，你这个是？搬点行李过来，累的时候能躺会儿。那你也不用把全家福、剃须刀都搬过来吧？搬行李队长来了。我哪敢呀、啊？中队，你离家出走，嫂子她知道吗？第一，我不是离家出走；第二，我做什么事情也不能怨我。您这就是离家出走，前几天你就一直没回家，和嫂子吵架以后，你就彻底搬到办公室里来住了。现在可倒好，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搬来了，你这……中队，我不是调查你的意思，我就是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中队，其实嫂子。其实嫂子她，算了，不跟你说。哦，这谁呀、啊？招惹麦大小姐生气了？告诉哥，哥去给你出气。中队，你去出吧。中队啊？你中队他怎么招到你了？你别管了。不是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烦不烦啊？中原，什么情况？这都是？就这些啊？嗯，参谋长，恕我冒昧一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就为了这个案子，中队和欣姐已经牺牲够多的了，咱不能看他感情再出问题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中原为什么要远离赵鑫？我不知道，我要知道就不来问你了。萌萌，中原选择离开赵鑫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要保护赵鑫。你想想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直接或间接的因为中原而夭折了，赵鑫也因为中原遭到过绑架，现在最阴险的恐怖分子就隐藏在赵鑫的身边，而出于任务的原因，赵鑫又不能马上撤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原选择离开赵鑫就是对赵鑫最大的保护。可是万一引起江寒的怀疑呢？他怀疑什么？他早就认识中原，中原是什么样的为人他比你我都清楚。委屈自己，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而选择离开他，这难道不就是你们中队一贯为人处事的原则吗？是，这就是中队。那你明白该怎么做了？做好玫瑰的联系人，如果玫瑰有半根毫毛受伤，您就拿我试问。去吧。是。
又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你收拾完了？收拾完了，还可以吧？可以什么呀？我都看着了，堆得乱七八糟的。所以说这种事儿吧，根本就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。行，你走吧。干嘛？哎呀，你先出去嘛。不是，哎呀，不用了，卖萌。不是，我自己可以。哎呀，我习惯的东西我自己会放。对，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。队长，周队。选到了，一个都不少。你确定不让肖恩跟陆豪参与这件事了吗？他们连个负责一下外围也可以，绝不能让他们再参加任何新的行动。我现在只信了你。我是你亲妹妹，你觉得我适合做这些事情？你和我一样的，属下生来就注定要过这样的生活。别的孩子玩玩具上面玩的是真傻，别的孩子是流泪，我流的是血，这是注定。等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我会给你无意，你和陆豪走得远远不要再回来。要是他敢不同意的话，我就杀了他。等事情过去再说吧。待会儿会员给你们注射一种病毒，注射完之后你们会有50%的生存记录。那如果谁不配合的话，他的生存记录就是0%。我才不注射，刘总赶紧打死我！我应该说够明白了吧？不配合，累死。几天没见，你想我没有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学会敲门呢？你想我没有嘛？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真话。没想。你让我好没有面子啊！我是一个女人，难道我对你半点吸引力都没有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等着男人去献殷勤，而不是主动的往上贴。不然的话，你会把男人吓跑的。你是那种会被吓跑的男人吗？如果换一个环境，比方说有阳光，有沙滩，哎，那种环境下保不齐我会动心。可是现在呢，哼，你带着刀我带着枪，这太影响情绪了吧。我愿意陪你去任何地方，你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
可惜呀、啊，回不了头了。什么？原来呢，你只是跟我们混在一起，没参加过什么实质性的事务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你想去哪儿，都可以去哪儿。现在呢，可能你知道我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？不光我知道，肖恩也知道。这个城市就这么大点地儿，几十个人质啊，除了猛犸，谁还有这个实力？肖恩来找过我了，所以不是他，也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哎哎，大莫也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现在他输不起了，所以不得不小心一点。好在呀，这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哎，别，千万别告诉我，跟我没关系的事儿啊，我是一点都不想知道。在这个地方，好奇心会害死人的。行了，你愿意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，愿意回去呢你就回去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去。喂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就不能陪陪我吗？不能，我怕你勾引我。
基地实验室送来报告，确定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，从数据上看基本上和 L2 相同，所以不严谨的说可以称之为 L2 的升级版本。用它来干什么？记得泼水节事件吗？上次恐怖分子想要释放的病毒是 M3， 是通过 L2 合成出来的，它进入体内与人体血清发生关系产生的物质，理论上也将是 M3 的升级版本，称之为 M4 病毒。 M4， 好，知道了。人质血清病毒还有苏雅那句万事俱备执行工作。绑架人质，强迫人质注射病毒，然后合成 M4， 已经很明确了，这就是苏雅嘴里的万事俱备。那他东风指的是什么？他们不缺钱，人也不缺，唯一缺的就是技术。没错，聘请赵教授出山，通过中原控制赵鑫，盗取李大为的科研成果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缺少技术。苏雅的东风就是赵鑫、赵教授还有李大为。还有胡康绑架人质注射病毒都是在 F， 所以这四个人只有在 F 才能起到作用。赵教授是 Z9 的核心，惊雷不会随意的停止 Z9， 所以赵教授可以暂时排除在外。李大卫现在在外国，我们无法找，那只剩下赵鑫和胡可。赵鑫、胡可都是 DK 的员工，如果江寒想让他们出国，那无非就是绑和骗两种。首长，您觉得这两种可能哪个可能性大？惊雷不大可能绑架赵鑫，至于胡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。听令白猫，24小时保护赵鑫，赵鑫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是。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？哦，双水湾56号。你安排的？什么？刚才那车拒载啊？这样不是自然一点吗？再说了，是在惊雷眼睛底下。哎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英朝命令，必须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。江寒应该不敢明目张胆地绑架我吧？可能性不大，但是也得做下准备吧。上级命令，你呀就欣然接受了。嗯。啊，对了，你去哪儿？回家，刚才不说了吗？回家？嗯，多久没回去了？有3-4天了吧。其实他在家，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能说的不该说，该说的又不能说。嗨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啊，哦，没事儿。嫂子，中原是不是住宿舍了？你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老公是特种兵，全天下都知道。他离家出走去单位找他，天经地义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管了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你看到了，我不但活着，还活得挺好的。我这几天没回家，我一回家就看见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离婚吧。对不起。身份只有我知道，中队他不知道，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离开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平安了。我跟他在一起十年了，他什么性格我比你清楚，我知道他对我好，他为了我可以连命都不要，可是他为什么每次都凭他的判断来安排我的生活呢？他为什么就不能问问我到底需要什么？哎呀，嫂子，其实中队他，我替你照顾好他。哎，不是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这也能替啊？你气色不大好。啊，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吧。真没事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这里有份资料，我想让你去趟 F 国。去 F 国？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几个月前呢，他们发现了十几例和中原相似的病例，由他们政府牵头呢，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。可是他们研究遇到了瓶颈，再也研究不下去了。毕竟这样的专攻项目，在全球的公司就那么几家。他们知道 DK 的项目与他们的研究契合度很高，所以他希望我们的部分专家能够过去跟他们互通有无。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赵鑫。啊。你有听我说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点心不在焉了。你能不能再说一次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让你这么紧张？没什么，嗨，你别问了。说啊，说给我听听。啊。是中原。中原怎么了？你真想听啊？当然。那行吧，我就跟你说说。是中原，他要跟我离婚。为什么？孩子没了之后，我们俩状态一直都不太好，见面就吵。其实我们俩已经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。他搬回基地住了，就昨天我去他宿舍找他，他突然说要跟我离婚。理由呢？他没说，不过我能感觉得到，他应该是为了我好。为了你好，为了你好跟你离婚呢、啊？这是什么理由啊？别说这事儿了，说也没什么意义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说那个去 F 国的项目是……先别说项目，我要先跟中原谈谈。不用了，你别麻烦了。怎么不用麻烦了？从小你叫我哥，现在你又是我的员工，不管成什么样的关系，这是我的管定。那好吧，随你吧，我先走了。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啊，好。确定他们有怀疑你吗？应该没有，我说的理由应该有足够的可信度。哦，对了，他说想以朋友的身份去找中间聊聊我们离婚的事儿。作为你的朋友，他这么做合情合理，我也相信中原完全有这个能力去应对。
你真打算去见中原？是啊，不怕节外生枝。如果他真的怀疑我，那我去和不去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他们没有怀疑我，那我正好借此机会试探一下赵信和军方的关系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任何害处。他有没有说具体的出国时间？没有，他的口气也像是征求我意见的口气。以家庭为由拒绝他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这是绝好的机会啊！执行命令，没有为什么。再说，赵鑫和中原正在闹离婚，是中原主动提出来的，说是为他好。不管出于哪方面的原因，赵鑫都应该留下来挽救他自己的婚姻。如果他真的去了 F 国，这说明他真的有问题。可如果他真有问题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挡我道的人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。他说的是会请部分专家一起，这部分专家会不会包括胡可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胡可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而且他本身也感染了 L2 病毒。如果我是金莲的话，我也一定会选择胡可。那我们应不应该把胡可保护起来？过早的行动往往会打草惊蛇。至于这个胡可，我们可以静观其变。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胡可可以争取一下。争取？这次计划对赵鑫来说就是甄别，毕竟内疚的项目是需要他和教授去完成，咱们暂时还不能动他。重要的是胡可，你找个时间跟他谈谈，争取他去 F。八环。报，中队，门口员找。训练时间不见任何人。他说他叫江寒，还说一定要见你。他还找上门来了。中队，冷静。好久不见。我还以为是哪个江寒呢、啊、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啊？江寒只有一个，我有事想找聊聊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真的不行，那边正训练呢、啊、你也知道我下面一堆人等着我。改天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就是今天我找你真有事，我不会耽误太久，就二十分钟，走吧。中原，咱们多久没见了？你这么急着找我，不会只想要叙旧吧？什么事说吧，我一会儿真得回去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是不是想要跟赵鑫离婚？是。你想说什么？